大家平安哈、哦。最近哈、哦，我有买一本迄落《科兰经》新出来、新出版的《The Quran with references to the Bible》，这是最新的这个翻译本了哈、哦。对17世纪。以来以后哈，讲这个《科兰经》的英语的翻译已经有212种了。我本人有四种啊，四种，这个加了四种。这本这个翻译哈是最新的，因为有讲 reference to the Bible， 这是两个。学者合作会来做，这两个学者是这个啦，一个是回教徒，这个回教徒的学者，啊，这个是美国人，这是 John Hopkins 大学医学教授，叫做 David Hungerford。因讲起讲 911 以后吼，真济基督徒对回教徒。甲这个《科兰经》有这个恐惧感呐，但是这本的新的翻译指出讲，伫《科兰经》吼有3000多个所在吼，和基督教的圣经相像啊。啊，既然回教甲基督教有真济共同的所在吼。所以这两个宗教无需要互相的猜疑啦吼 ，suspicion 啦。我举一个例来讲啦，这《科兰经》的114章第一节，有一节安尼讲啦吼，讲 Praise be to God who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made the darkness and the light。哦，啊，这个在迄个基督教的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起讲 ，In the beginning, when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烧香啊，啊，第一章第三节 ，The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There was light。啊，所以讲，科兰经咧讲的和基督教的。有3000多所在吼，是相像啊。所以这本书会减，予人减少，基督徒吼对回教徒的敌意啦，也会当减，予人啊，当减少回教徒的极端化，会当予两个宗教互相了解，有共同的价值。讲这本书的目的，唔是要鼓舞人讲，你这个宗教爱转变去别个宗教，也唔是讲这两个宗教遐尼像，啊无能这两个宗教甲合作一伙，唔是安尼。讲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这个 bridge， 这个桥啦，和这个阿伯拉罕的三个宗教。会当互相了解。我想吼，这个宗教对话的时代啦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这是一本足重要的册啦。因为基督徒真侪人吼，对《科兰经》有误解所在，因啊读这本会帮助因重新了解，克服。这个对回教的这个恐惧感，啊，那这本书那会当讲翻译做阿拉伯文吼，那会当讲和回教徒起来读吼，和因了解讲两个宗教有共同的所在，这嘛是一种克服这个 ISIS 的一种方法啦吼。啊，我来讲第二种啦，吼，第二个消息啦。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啦，
伫迄个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这是路德马丁吼、哦、对天主教提出95条 （95 Theses） 的抗议。每年是满500周年啦，但是对今年开始的纪念的庆祝，讲今年10月31日啦吼 ，Pope Francis 就去访问这个瑞典啦。这个瑞典吼是历史上是一个新教的国家，但是今仔日已经变作一个世俗的国家了。一，伊去访问迄日吼，当日伫瑞典举行这个全基督教的这个礼拜啦 ，Ecumenical Mass 啦。这个伫遮吼，你有看？这个 Ecumenical Mass， 这个天主教徒圣义会。那合作会做礼拜，这个教王吼访问的目的是要希望讲新教甲旧教会当接近，唔通疏远。讲接近对双方是好的，啊那疏远吼就分裂，安尼唔好。这个 Pope Francis 吼伫飞机顶对这个记者吼发表伊的观点啦，关于这个宗教改革啦吼。伊讲起几哪项，第一项伊咧讲起讲要促进这个新教甲旧教达到合一的方法吼。伊讲新学上的对话吼爱继续啦，但是这种方法是无容易的啦。伊就咪讲较有效的对话的方法。是共同祈祷，共同来做慈善的工作，做伙来帮助病人、善良人、甲受压迫的人。第二项，伊讲起讲这个因为的这个恐怖主义啦 ，terrorism of gossip 就是讲因为啦，讲因为是一种。恐怖主义啦！伊讲这个语言吼，亲像炸弹，会当做歹代志啦。这个刀剑吼，会当杀伤真济人，但是语言害的人搁较济啦。第三点，伊讲起讲利用宗教去从事这个武力。伊讲有时宗教吼，受利用去。攻击侵略其他的国家，讲其实真正的宗教是咧不断追求真神秘甲合一的吼。第四点，伊讲起讲有信仰的所在，才会有丰盛的将来。伊讲宗教并唔是挖靠着土地大小，是挖靠着这个灵性 spirit。讲青春的教会有迄个新鲜的灵性，古老的教会无活气，所以伊讲起讲，咱就会记得这个旧约，诶，这个约尼书2:28有安尼讲，恁老人吼，就爱做这个奇妙的梦，恁少年人就爱看见异象啦吼。第五。讲世俗的这个水电甲宗教信仰的消失啦。伊讲，如果一个人认为讲伊家己的生活是完善啦吼，伊就无需要神啦。伊讲有人捌问这个教王吼，讲要安怎让我的朋友来相信神呢？啊，这个教王的回答是讲，用家己的行动。甲生活来见证，别人看到你的行为，或者会问你讲，为什么你有这么好的生活呢？最后一点又讲起讲，
这个世的天主天主教的团体在这个水电哈，伊讲天主教徒无应该甲新教分离啦吼，双方应该互相接近合作。这个教皇在水电吼，到迄日就举行这个 Ecumenical Mass 啦吼。联合天主教甲新教徒共同修这个圣餐，这个目的就是要促进双方的合一甲合作啦。咱即马来个想讲，这个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吼，这个、宗教改革，咱要安怎个评论啊？有好，我想也有好的所在，也有歹的所在啦吼。那好的所在也真侪啦吼，咱来讲一点讲，诶，马丁路德有迄个勇气来批评这个天主教的腐败，特别咧天主教咧卖迄个 sale of indulgences， 这个 indulgences， 咱常常拢改翻译唔对去，拢讲咱常常伫台湾的牧师拢讲。赎罪，赎罪羹啦！吼，讲伊咧，讲天主教咧卖赎罪羹，其实这个 indulgence 唔是赎罪羹，是减刑羹啦，减刑啦。诶，就是讲天主教认为讲天堂甲地狱中间也阁有一个 purgatory 灵格，啊，迄个未当达到天堂的人，爱啊唔免。啊，无拜个到爱地界嘅人去，即个破个度咧去灵感吼，啊，迄就是要暂时嘅兴法，purify 了会当上天堂啦。啊，所以即个 indulgence 就是讲要伫即个灵感嘅所在吼，即个兴法减少啦，互你减少啦。啊，咱讲翻译讲即个。啊，赎罪羹啊，买迄个赎罪羹，你做落拢无去，唔是安尼，这是对人误解了吼。啊，这个天，这个宗教改革嘛有真大诶缺点，因为宗教改革引起三十年诶宗教战争啦 ，30 years war 啦，造成这个欧洲诶大灾难啦。有的新教徒吼，特别这个保守派安尼有安尼咧批评啦吼，讲天主教袂当得救啦。我看这种批评吼是无公正啦。咱爱怎讲？现在天主教甲十六世纪的天主教是足无像啦，已经唔是相像的啦，因为经过。这个宗教改革了，天主教嘛有改革，自我反省，有一个 Council of Trent， 天主教来反映这个新教的改革。搁伫这个1960年，在这个 Vatican II 梵蒂冈第二次的会议，天主教有大的改革啊，来符合现代世界的需要了。我想，咱应该爱支持这个 Pope Francis 的主张，讲新教甲旧教应该爱对话，爱来追求这个合一甲合作啦吼。我来讲起讲几十年前，我也捌去北欧啦吼 ，Copenhagen 的这个 Denmark， 这拢属于北欧啦。有。一日迄多礼拜日啦吼，啊，我住迄个旅馆吼，啊，行出去都是一个 cathedral， 一个大教堂啊。啊，我来看因的迄个 bulletin， 吼，讲有迄个 English worship 吼，啊，几点，啊，我就入去参加因的礼拜啦吼。啊，迄间教会是非常大啦，啊，几个人，十几个人咧礼拜尔啦。啊，十几个人咧礼拜吼，礼拜煞吼，我含这个牧师讲话啦，我该问问题啦。
我讲啊，是安怎恁这个教会遐尼大，甲迄几个人咧咧做礼拜咧？伊讲讲这个北欧吼，生活水准真悬啊吼。因讲因往照统计吼，伫北欧有咧去教会吼，无得啊差不多人口5%尔啦，足少人咧去个啦吼。但是伊甲讲一项讲，但是因无来吼，但是至少有来三遍啦。啊，对三遍来讲，第一遍吼出事来洗礼啦，啊，第二遍讲来结婚式啦，啊，第三遍来葬式啦，拢葬三遍啦吼。啊，伊讲因为是安怎因无要去咧讲。北欧生活水准真高呢，这医药也免钱啦，啊，读大学嘛都免钱，福利拢有啦，所以无善用人，啊，无善用人，这犯罪率足低啦。所以那安尼讲起来吼，咱对这个无神论吼，嘛都爱重新了解，这个无神论来。哎，三星遐尼遐尼水准遐尼悬，啊，佫袂犯罪，啊，佫生活快乐，哦，所以咱唔通想讲信宗教的人，开始生活快乐啦，吼，哦，以上，多谢。